哥，你看，我专工哦炸这高粱，要让你报捷，安尼有够意思啊！哎，我今麦跟你干工呢，而且中昼才休困一点钟尔，若是出去食饭，我回来也袂赴啊。何况我啉烧酒，啊，若是到时阵啉酒醉，我们的工课拢免做啊！哇，你怎么变到这么认真啊？那是当然啊，宏图建设今麦开始接工程啊。阮爸我来讲讲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袂当搞伊是无？哎，颠倒是你这个歹小弟啊！一透早就我啉烧酒，啊，到时阵我若是搁有歹去，这条算你啦。好，莫啉烧酒，啊，不过应该爱食饭吧？对啊，我来食饭啊。哎，唔免啦，我食便当就好。啊，便当会对。等你买啊。你这卖意思就是讲我若无去买，你就歹食。拢唔对，所以你袂当让我巴肚枵着，知影吧？来，你买啦。啊对，我想要食烤肉饭。哇，你这卖真正是高高的姿态呢。好啦，我来买啦。你要食烤肉？嗯。明天我叫你什么菜哦？你得食啥？哎对了，我无想食红萝卜。哎，凯宏。我听讲你伫遮做杠杆，我拄好经过遮，搁在想讲敢会拄到你，想袂到搁真正互我拄到安尼。原来是安尼啊！你的手怎一只安尼？安尼搁真正看袂出来，你敢一只手哦？恭喜你呢！哥，我先来买便当啦。啊，梓潼，你敢袂枵？刚才顺手替你买。免啦，我袂枵，唔免买我的。啊！好怪模啊！我来。歹势啦，啊，拄开始用意志啊，还阁无啥适应，啊，一个包包好势，是就落来。无你会当用意志，甲包包交落来啊？啊对哦，我来无收着。真歹看哈，袂啦，原来一直是安尼装的哦。一段时间无看到你，你规个人拢变啊无同款了呢。刚刚你的日子真正这么无好过。其实袂啦，我袂感觉到我的日子无好过，等到每一天能过得真踏实。既然你拢安大好势啊！
你现在做无跟我联络啊？除非你搁在挽回我。我哪有可能挽回你啊？我对你就只有抱歉而已。之前做出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所以我想你应该是永远想要把我放回去才对。搁再安怎讲，咱拢把做伙这么久的时间啊，哪有啥物挽回袂当放下的？无猜哦，我搁在等你的电话呢。子彤，你袂怪我？哎呦，怪来怪去，哪有啥物意义啦？你拢受这么重的伤啊，我若是搁挽回你，那安尼我唔就受亏无情啊？子彤啊，多谢你，你肯原谅我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我实在欠你上一句实话啊，可能一世人拢讲袂完。廖开宏，原来你伫我背后看到林子彤的时阵是这种表情，我真正是足想要吐的。你跟我结婚以后，我无对我这么温柔、这么好赖过，原来伫你的心内。一直把林子彤扛了比我更加重要。啊，行。我现在就要用林子彤这张面让你再爱我一次，甚至在你跟中军之间劈腿，等你们三个人名声都败去了，我才把你打开，让你感受到让林子彤糟蹋的痛苦。我不但要提早你一只手，我还要把你最后一点的希望也毁掉。听说你已经订婚了，我怎么没看到你挂手机啊？无你是为倒位听来我要订婚啊？哦，无啦，这消息传了真紧啊。我就听讲，你之前已经把手机挂起来，在厝内底人面头前算好地订婚。我应该是听，我唔知影，我应该是听室外是王子讲，我袂记啊。哦，无啦，我无要订婚啦，你听唔着去啊？哦，我无什么意思啦，我只是关心你，唔是超过要试探你。应该是蒙子甲思维听唔对啊，所以三号不讲。林子彤有订婚无订婚，甲你有啥物地带啊？你遐问一大堆。其实哦，我甲中军确实是要有结果啊啦，人总是爱行入去后一个阶段嘛。你嘛同款啊，虽然你甲白英已经离婚啊，啊，不过应该还是有一挂情分的嘞。毕竟，伊过去对你遐尔好。伊过去对我有啥物好诶？伊自头到尾，拢只是把我当作一个战利品尔。讲实在，咱毋是个概念，咱今仔日嘛袂变安尼。你今仔日安尼是有啥物唔好啊？你嘛重新买回恁爸的心吗？嘛做转去你宏图建设太祖爷的位啊？但是我是去上对爱你啊。其实我无忘恩白英，害我当一个笑。我嘛无忘恩白英，害我差一点仔失去亲人。但是我想我都原谅伊。就是今年设计我，甲咱两个人跳山，你敢知影？我一想到过去我是安怎对待你的，我就困袂去。我逐工拢苦我，用上山顶的手段来听我家己。是我定力无够，才会有过去。
真正希望我人生当中会通真正跳过再条白云一天。想我是因为卖拄着这查某人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伊也无逼你啊，这一切不是你家己欢喜甘愿的吗？对啊，你讲得无唔对啊。是我是鬼娘子，迄个时阵我过得确实真辛苦啊，我无得过善巧日子。但是甲白英做伙以后，我更加会当体会，什么叫做善巧到干的存钱，你敢知影？甲伊做伙听伊讲话，真正足无聊的。甲白英做伙，你一个字啊！我拢用尽全部的力量，要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卖大声干嘛？啊，那无，我真正就想要大声跟伊妈讲，你真正是一个卑鄙的查某人，你想要离我较远的，我看到你我就躲躲。子龙，你想怎样？车门很耐，跟他抓狗的同款呐，阿姐都弯起啊！啊，歹势啊！我拄才想用许条狗死的代志，都无专心在听你讲话。好，无你听嘛好啦。是嘞，我拄才一个情绪起来，就一直讲一直讲。阿姆哥，你听起来敢那足唔甘愿的呢？这让我感觉足意外。你哪会当对白银这尔歹啊？那不是因为伊，你哪有可能伫咧万海金融啊个五三集团拢有地位，阁有开袂了的钱？你煞一点啊感恩的心拢无？不过伊要断你一只手。你讲了无唔对啊！我无应该伫咧背后讲我前夫的歹话。毕竟这一切拢是我自己做得来，我真正无应该甲所谓创哦，拢怪你把营业打个掉。对啦，那是当初我无安尼想，我嘛袂让把营业只只鬼牵你行。你讲我是鬼，廖凯宏，你拢无带人讲我是安怎甲你斗三光，我有偌爱你。既然你无爱珍惜，好啊，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若是无把握，就莫怪我以后对你无情。歹势啊，我公司阁有代志，你到倒遮，我先来去结账。唔免啦，咱就安尼见面，应该是我请你啉咖啡才对。我伫较早拢是我咧付钱，我已经惯习。我是讲，自从我做头家了，我已经惯习老家的钱啦。唉，一寡点心尔，我嘛会当报公账啊。我先来去。你现在是了不上啥？你跟林子彤已经无关系啊！伊现在是别人的女朋友，你到底有啥物资格唔甘伊啊？廖凯宏，你想好搞较清楚，你跟林子彤已经结束啊！廖凯宏，你现在对林子彤搁有偌济感情？以后你就要搁受偌济折磨？你给我等嘞，我爱你比今麦痛苦一百倍。